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反对面张奔什么意思？是你他妈的有起讯腾针是不是？通常会张奔的人代表先手啊！完蛋啦！怎么是个盘呐、啊？我跟你讲，那奔吉宣布都是先手的吉藤，先手的吉藤奔阿木超级强，强到靠北。不是那个现在的吉旭三井寿太怕这个 BP 了，他那个藤真剑师是真的会把这个锤烂。可是你用圣这个可以玩，你要想办法从这个选角这么烈的情况下获胜，这就是一个后手会被当狗扁的游戏。只要先手先拿吉旭木神一，直接奔掉无敌。怎么选都得输。不然，我靠！缩小，这好像是干扰藤真诶，他怎么好像在踩我干扰不冒我的感觉？中断的不会我，那这是那大手一挥、欸，藤内藤不会守啦，玩内藤不能全冒藤真是怎样？欸，他真的用踩的，这个是怎样啊？这个人是哪里来的杂种啊？我他妈是用干扰的啊！欸，那藤不会打藤真啊，只有我会守欸，怎样啊？啊、这个是本川吗？真假？本川藤真只能到这水平是不是？还不错哦，本川。如果是他的话，没败哦。干我的中段的人不会看藤真，不然已经全绑了。哎、欸，阿华姐姐滚了！他真的是干扰套是不是啊？他 only 举手哎、欸！哎呦，中段的不会看好烦哦！被这个白痴招一直吃是怎样啊？
干这内容受不了。这么好冒的东西，你就去帮我守那一段，我就帮你全冒了，这么难是不是？他只要帮我踩二转的那边踩住就好，我就可以去冒他。真的有干扰套的味儿，好干哦！这得乱讲哦，有温怎么可能带干扰套？我受不了这类人蝶野，哈！啊，怎么有人飞到三楼啊？刷小啦！干你娘！那又是怎样？大手一挥，啊，是不是？哦，这宇宙怎样？我定你要击败！完蛋了，队友没一个会守藤的，操！干！干！那个人天是杀小啦！啊，我真的怀疑是干扰他。39.7%干扰，漂亮，卢本川，继续借。